时间不多了。嗯，莫泰单防拉兹利沙，这球应该已经超时了，没有犯规。山东的防守风格就是这样，他夹击和换防的这个都是很坚决。对，一开场两回合很明确，那么就是加拉路易查。进攻呢，进攻的更多的要给头上。没错。你给基地呢，他要从地上把球捡起来不太容易。漂亮的反击。哇。这球应该是被干扰了。莫泰，好球。哎呦，作为大个球员啊，这样的调整能力是很厉害。那加拉路易查强攻，没有。山东的国内球员是有高度的。哇，又是同样的两次传球直接反击。对，球的压力确实大。是。哎呦，两分有效，两分算了，还是个连贯动作。而且对这个莫泰这一点呢是没有布置夹击，让李元宇自己防，走上线还能夹一下。莫泰这个能力，如果你不夹击，张辉是一个，又是莫泰的篮板，好球！啊，李元宇这防起来很费劲。看看能不能限制布克斯，再来三分。啊，这球防得不错，防下来了。这应该是奔着要犯规啊，这边又是反击的机会，电宇航轻松的上篮。是。刚才这球呢，其实手臂上有一些接触啊。而且现在江苏的防守有个问题，上来这边呢是不加内线，没有内线可加，加布鲁克斯，布鲁克斯一拿球夹击，一个大帽，篮下又盖了刘伟。对。我这边还一个，还有一更厉害的，那边北京打广东的比赛啊，翟小川是单节19分球，确实厉害。那你像吴前啊，于德豪啊，这些比较年轻的呢，哎，就是在哎这有回放了，再看一次啊这球，造成的犯规，二加一，莫泰厉害啊今天，成功率非常高，防夹击还是没夹住。还是晚了一点啊，就是关门这一下啊，还是晚了一点。是的，在 CBA 已经打出名堂的球员。对。哇，那内线这边防守呢，直接一个抱摔。对，确实差了点啊。对，需要有更多的对抗。吴冠希呢是在拼命的绕前。是。也比较优秀的内线球员。篮下给，漂亮球传的，还是管用，管用。拉鲁利查，哎呦，还是不进啊，8中2。今天拉鲁利查的手感不太好。是，漂亮过人。劳森速度真快啊！球队呢，往往这个对手呢都会去争取抓住这个机会。60。再给篮下，好球，漂亮！内线连线。这边呢，挡拆之后选择去夹击劳森，这个、准一场容易，难的是准一个赛季。真稳定，现在。好球，手感很柔和。陈磊。再有夹击，李元宇。也吊篮下，吊篮下拉绿茶呢？这边转换，电宇航又是轻松的机会，真快，真快。是。那这场比赛只是你一个人也能有。对。咱们说从第二节就提到了、这球就直接给莫泰一助攻，对，再救回来压哨打进、这球还不如不救呢。就是咱们之前谈到的山东队呢，在主场呢。是不一样的一个球队，气势如虹。哇、这脚步真漂亮，怎么都能进了这会儿。今天山东也得多注意休息。潘宁也得分了啊。